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明。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对将垃圾变黄金、护持大爱台的慈济夫妻档，什么人呢？请来看照片哦。这组是咱给咱的最佳男女主角林美珍师姐、郭胜章师兄32年前的蜜月旅行拍的照片。你看看，台湾其实是好山好水、美丽的宝岛啊。这对夫妻不仅知福惜福，还再造福。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鼓掌的双手来疼惜大地，做环保，护持大爱台。只不过他们回收的东西分类的方法非常的不一样。您看看，这是什么物件？拢是布，拢是黄金呢？到底是啥呢？答案就在影片中，一起来看这对夫妻的环保快活人生。来到高雄，以好山好水、生好蕉闻名的旗山镇，其实也盛产芭乐。香蕉皮的生命周期是2到5周即可腐烂回归大地，但套芭乐的芭乐套袋却要10年甚至20年以上才能彻底分解。于是住在当地的志工林美珍和先生郭胜章开始回收目前回收率不到50%的芭乐套袋，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对土地的爱与关怀。在这个一定要种土地一定要这个网子啊，因为它快干的时候风一吹整个飞走了，给它翻开它空气比较流通，比较容易晒干净了。你看这没有翻的因为收到是这样，你太阳一照的话，它会萎缩下去，就是不容易干，不容易晒干。你要给它弄得很松松垮垮的它这个水它才能够晒出来，比较容易蒸发掉。在这个自己做就对了。对，师兄他自己就这样子，家人翻过去，那这样会很酸。师兄之前也会拿一张椅子这样坐着用。套袋的回收流程相当复杂，但林美珍说，想是问题，做才是答案。他这个网有，因为他在附近有看到我们在做，不然他们是摘了就去送到那个集货场。那集货场那边，其实我们的来源很杂，因为一般人还是把它当垃圾，他有可能把干净的跟不干净的都把它融在一起。烂掉了，这都烂掉了，都错掉了。这个烂掉了，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食用了，那还要给它捡出来啊。我们还是要用好的才能那个。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偷偷的给它烧掉，然后不然就是有大水锅，他就晚上没人在，他就给他丢到大水锅去。他通常他们都有这样子。那后来你看他这里，你看他有捡，就把它捡起来。他捡起来，他就会用袋子装了，他就会几天他就会放在那个路边。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他有看到我们都有在收，那我们也有跟他师兄有下来跟他讲，带头宣导也要懂得风险管理。林美珍说，一旦下雨，原本3个工作天可以完成的，得变成要7天时间才能进行下一个分类的步骤。因为不止白晒了，套袋还会激出许多的水汽。确定会下吗？一定会下。不赶快收，不赶快收，等一下就那个。你别看这样子，这样卷起来以后就40-50公斤，那也很重你如果让它淋到雨，要变上100公斤了。下雨喽！你要用横的吗？用直的？哦，真的是要看天气，我们会。两个人是非常密切，因为那个气象报告都要看很多台，还非常注意那种明天隔天的下雨率，然后两个都要配合得很好，因为我们这样才不会事倍功半。风来了，雷响了，直觉会下雨的天气最后没有下，这样来来回回的收收晒晒其实很累人，但林美珍坚持下来。他说，因为台湾很美，守护环境靠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坚持与实践。
吃芭乐是很快乐，但是如果啊不做环保，未来就很苦恼啊。想不到那个芭乐的套袋可以堆成如积雪般这么的厚了哈，所以讲啊，干部那呢，美珍师姐跟我领导的孙兄，啊，你叫你要用心听，就咱来台地了哈。啊，今天孙兄无来，不过有两位代表了哈，一位是你的协力组长，咱的林之美师姐哈，干部呢？干部。对，啊，各位恁的宝贝早见了哈，郭子汝了哈，感恩呢哈。今天恁孙兄在你的婆婆回诊了哈，对，所以真的要行善。行孝不能等啊，好，你平安来公告书，阿姨的厝诶，顾妈妈了哈，啊，嘛干门孙兄了，在这个有职业军人的这个威武了哈，也有做事的决心哦。我看一下挑一下物件哈，那个蛮费力的，还是不费力啊？很费力，他的衣服是每天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但这些物件是轻轻啊，那也。哦，伊爱拍好开，因为那个柏拉的话是连在一起，做外销的、哦、连在一起，伊爱就落来拍好开，拍好开，而且到中午还要去翻过一次。我跟您请教一下啊、哦，当时怎么想要做这个一般人都没有想到，或是不愿意做的芭乐套袋的回收啊？大概在100年的时候，我们旗山有成立教育环保站啊，那时就有一些人都载过来，那载过来的时候是湿的。那湿的处理起来农药味很重，然后处理起来我们不能卖到好价钱，是要当水洗的。那我们师兄就在思考，哎，附近啊有很多的社区菩萨，还有就去找地方，哎，可以把它晒干，晒干价钱就不一样，然后让菩萨去分类，就没有那个农药味了。都没遇到困难吗？有困难重重吧。打头去是伫阮家拍，啊，时常咧照伫玉柏啊落啊，飞，对，伊就飞去厝边隔壁，四界飞，四界飞，啊，你来玉啊。然后我会跟左右邻居说，金银财宝拢满厝边，拢飞去恁家，哎嘛，足欢喜。转念呐、啊，哈、哦，嗯。那后来怎么样找到刚才那块地啊？那块地看起来，师兄就去看的时候就去，哎、欸，我们那边有个庙，嗯，嘿，然后刚好有一个篮球场已经很破旧、嗯，它的四周围的那个铁网就很高，就够高，够高，没办法打篮球了。对，但是闲置着也没用，闲置在那里，偶尔啦，假日有一两个去投个篮这样子。哦、嗯，啊，不过听说现在又不在这里做了，因为。这段时间刚好庙很多的拜拜啊，很多热闹。他跟我们讲说，协调要到农历的2月再让我们再晒。那这段时间要安怎？哦，我们也是寻寻觅觅，还有我们有一个师姐的家，哎，他听到我们有这样的苦恼，他说：“我家里来看看，有一边的围墙，那其他的是农地，嗯，我们去评估的还 OK， 嗯，再怎么跑跑到还是自家。”不会跑到别人家就好了。做这个把那个套袋回收槽，这几年的代志了嘛？对。啊，其实你做主者做环保真久啊嘛？嗯，环保较无遐久。哎，主者是做较久。所以即使没做环保，但是上人的理念啊，这个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已经20多年了嘛？对。你也落实在你们家啦。对。今天宝贝女儿可以来见证一下。嗯，听说你们家的冷气只出现过一天哦。我印象中只出现过一天。是。是袂啊，到一天吹一天啊，大概就跳跳啊，这样啊。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梦，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家出现第一台冷气，是一个咖啡色的，然后在客厅，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带着棉被枕头，然后睡在客厅，享受那一天的冷气，之后再也没看过。是您的决定。冷气拆除吗？还是怎么样？那既然这样，就不要买就好了吗？那也不是我买的，是回收的，是公司，我上卖公司不要了，我就把它整理拿回来。但是吹了以后，整个晚上我就思考，吹冷气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嗯，所以我们跟孩子讲，我们跟冷气是无缘的，我们不要这样。吹冷气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嗯，怎么说？女儿，你可以说。嗯，像我们家是住巷子嘛，对，所以现在你可以非常明显感受到别人的冷气的那个热风都是对着我们家吹，非常热，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很快乐在里面，可是痛苦的是我们。对啊，所以你要让大家都知道，
能不吹冷气就不要吹冷气，能开电风扇就不要开电风扇，嗯、对不对？对，心静自然凉啊。对。像现在在高雄，就爱护地球啊！对啊，在高雄上人说，能够开窗户就开窗户，不要开冷气。这个坚持不简单哎！除了你们家的冷气出现过一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小细节？妈妈很要求的。小细节，你说关于环保？对啊，环保。嗯，我们所有东西都会回收，但是它像。我今天才想到，我今天裤子不是破洞嘛？不是人家那个流行那个破裤子，是因为其实我通常都会有只有一条牛仔裤，我穿到真的我坏掉了，我才换，或者像我皮带非常烂啊，或是我有一个背包是我大学的时候买到现在的，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脱皮脱皮，它还没有破，它还没有就是不能装东西的话，我就不会再去买一个新。这是妈妈一直以来都会教我们很多观念。对啊，可是他还是嫌我太浪费，因为他真的很省，很省。哦，是这样哦，这个做环保啊，真的是对的事做就对了，再困难也要做，再不轻松也要做了哈、哦。哦，不仅如此啊、哦，他还会帮这些环保套袋找到有人分类啊，在哪里呢？就在社区里面，一群老菩萨一起来完成这个爱的任务啊，人家愿意做吗？我跟你报告，他还愿意加班呢，加班做没有钱，为什么做这么欢喜？请看哦。这个是我们去收那个。瓦拉楼啊的蛟龙的果龙哈、哦，他们淘汰下来的瓦拉给我们，要给我们的老菩萨吃的，我们社区职工吃的。那我昨天晚上就把它整理好，搅成那个瓦拉汁。趁新鲜，榨汁食用。林美珍把芭乐的优点发挥到最大，让整个红心芭乐。从果实到包装，都能够彻底展现物尽其用的价值。时间久啊，我吼听我讲啊，啊坐较我来，坐较我来，大家坐较头前嘞。好，你拢看到吼，我本来放较轻，电压然后我要放糖哦，吼，咱嘛爱一点点啊。林美珍站在台前仔细教，日托中心的阿嬷们坐在台下，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脸上更是满满的笑容满意。我讲讲，你别看哦，我今麦甲果仔放落去，果仔咱洗好先去七楼加七楼迄个，你若看这果仔看下，就是真好食呢。来。这很假的，我看你啊，八十八岁啊，你几岁？八十九啊，八十九。我们是白天，大部分都白天在这里上课了。我们是日托班呐，我在社区三年多了。我先生往生以后啊，一个人在家是很无聊，我就来这里，来这里很好，天天一早都八点多就运动。他反正他说什么，我们大家就他很好，人很好。啊，反正他说什么哈，大家都会，就是他说什么，大家都会听他的就对了。想建立一条可以把人与环境连接起来的回收线，林美珍结合社区的日托中心，透过每周定期的团体运动与活动设计，把环保与志工观念落实在高龄长者的生活里。我们都是会员自己回来，他把实际的做的一些观念灌输给我们，我们才了解啊，了解哦，实际是这样。以前光是会员一个月交会员的钱，没有了解啊，他回来以后带动大家就了解说，哦，原来实际做这么多事。拥有独特魅力，曾经罹患乳癌的林美珍，心中把握当下的小小声音，
现在就像音符一样，从阿嬷们的口中传唱出来，让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惊喜与感动。那时候我自己罹患乳癌的时候，治疗好了，我发个愿，我要当，就是要把我所经历过的这样子治疗的那个历程，还要当志工，要去跟他分享，让他们会减少恐惧啦，或是一些不知道的那个很有痛苦。还有是说我发现说很多癌症的人，他不是病死的，是因为吓死的，好，他们不知道无所措，然后心也受伤了，所以我就发愿要当志工。所以我们有一些师姐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会员或者他朋友亲戚朋友，只要也是跟我同样的，他们都会介绍给我，然后要我去跟他们分享啊，我都很高兴。打给心心。对呀、啊，会啊，会啊。啊，我们如果比较挂了回来，就比较闲的洗刷，今天就不要来了。当天哈、哦，当天会比较累，隔天他们两个就要来代谢掉。对，现在这是当做运动的一种嘛。对呀、啊。有效吗？对哦，真的有。流汗，在流汗当然就会。哎、啊，还有哈、哦，好像坐着很心情哦，很好、啊，很好。用积极同理的心态互相鼓励，林美珍说，生命有不同的思考，但把握当下的美好才是最实在与高明的平衡人生。为成佛贤啊，先结好人缘啊，真的让我们看到啊，要让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啊，还是要跟人拌拿啦。重要他真的觉得这是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台湾只有一个嘛，就像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啊。对。杜阿丽影片来宾公立啊，得到癌症哦，2007年，民国96年乳癌啊，第二期。你有错就丢啊。不，我觉得是上天送我的礼物。上天送你这个礼物哦、嗯，那这个礼物也太奇妙了吧？不是好康的呢。让我可能把我的人生的目标什么都重新规划，生活的步调也重新的调整。我很好奇咯，那以前你的人生目标是啥？还会有一点想，去玩啊，散散心啊，没有吃个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嗯，还会有想一点，就是口腹之欲，或是物质上、生活上的享受。嗯，但是这个病让你觉醒啊，觉醒，无常来敲门啊，把握当下。听说你做了40几次的化疗跟电疗啊，对，而且还吃了好几年的药，直到你做环保，认真做环保之后把它停掉了。对，医生一直说，我知道你都在做好事，你要吃药是保护你自己。我说我现在有吃一种很好的药，环保药。嗯，没有不该啦，因为就是一直下来我的指数检查什么都很棒，医生说你的检查报告比我还好，好吧，就让你停吧。所以专业的医生都觉得你的快乐细胞已经跟癌细胞和平共处了。对，与病共处共生存。对，啊，以病为师，我都每天会说，来，身上的好坏细胞都跟着我去做环保吧，大家一起、一起来做环保。今天您还带了礼物来跟大家结缘呢，这听说是婆婆的还有其他人的巧思呀。嗯，婆婆，我们家有一块1分多地的，嗯，哎呀，那婆婆多还可以动的时候，她就种了20几种的水果，那今天刚好这个香蕉自然红了，它这个真的是很有机，我们家是哇，哎，很环保的。还有个我们旗山的名产是香蕉脆片，嗯嗯，还有一个特别是我们的环保志工，嗯，听说我要来，他就昨天晚上赶快烤手工饼，哎呦，很香哦，嗯。所以今天满庭芳香了哈，那我讲好话叫我大家啦，吃好饼啊，出好囝啊，吃金蕉啊，大家好事都爱倒烧蕉啦，哇，好棒哦，嗯。所以您虽然是他的小鸡，但是您当协力组长总是要布达一些任务勤务给他嘛，一应该是真用心付出啦，袂讲啊，我甲他做环保尔，你现在拢莫甲我招，会安尼袂？
不会呀、啊。嗯，对呀、啊。嗯，一些事他也是会出来做。他的用心贴心，听说你很感动。比方说，如果遇到一些事，我没有办法，我就找他，就找他，嗯，然后这个要怎么办，他就会教导我们怎么做。哦，他比你资深，比你早认识慈济，所以有遇到一些困难。可是他很用心。怎么又怎么样的用心？除了贴心陪伴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用心？嗯，事事他都会，嗯，怎么讲？会教导我们怎么做，嗯、怎么做这样子啊。嗯，啊，所以我看他看在眼里啊，也是说，真的我跟张对着人啊，嘿，你也对不着人，你嘛是无法度安尼。所以真的要选对方向，坚定目标。对，哦，就成了我们社区里面一位菩萨哦，七十几岁哦，但是你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有做环保，有接触慈济啊，他有话、哦、要来赞叹我们的美珍师姐，请看哦。个性他很随和啊，他对人好，老少他对什么人都很好，不管什么事，反正他就都会处理得很好就对了。啊，他来教手语啊，他就三点啊到休息，什么四点的时候就休息，就大家下午茶，就他会带茶来，就一个人吃一点小饼干，又要休息一下，又上课。所以他会教一些观念跟一些。对对对对，会，还会说一些静思语，啊，就是教一些做人的道理。反正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说好话结好缘啊，哈，未成佛前都是先结好人缘啊。你不管是家己安用心付出，就大家来做环保。家己的病虽然有苦痛，但是你嘛陪伴很多。同样离癌的人相亲一起出来做环保，甚至也要见习培训啊。对，现在目前有三位，那有一位是家里开瓦斯行，还他叫我等他哦，说他在两年卸下来了。那现在有两位哦还在治疗当中，他们都还在治疗，但是他们治疗以外的时间多来跟在旁边一起做环保。你不要讲鼓励啦，因为大家拢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嘛。但是今年人就像你对外阿皮讲的，是惊死的，不是病死的啦。你怎么样给大家正确的观念？我做给他看呐、啊，我身上就一个很好的印证。然后我们会以那个心呐、啊，大概心，我们上人的法其实是很好的良药，一帖良药。对，所以心归稳转，好掉来。对，这嘛是我的手艺其中一股、哦。嗯，还有人生四宝。安心睡，快乐吃，欢喜笑，健康做。所以希望师姐师兄啊，哈，儿子女儿啊，一起欢喜做慈济啊，那生命就会更亮丽，更有意义。阿妈希望更多人来做环保，把咱的青山绿水永长保，身体健康，没烦恼、啊。对，平安干木呢，拜托你再看看这里，这个灯、这些建筑、这些道具，拢是咱的环保菩萨。大爱头的头家给咱护持加护的啊，我们会更努力，希望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好不好？感恩三位来哦、喔，谢谢。感恩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感恩。